伫咧婚姻北港针对高楼口是有做限定的避火道，啊，毋过定定有骑机车的人受到贪方便，直接骑起咧塞车。北港电工所就讲，会赶紧甲工部处今年改善办法，减少事件发生。一名女子将机车直接骑上避火道，于是因为路面小过，连人带车摔倒。啊，个一名妇人虽然减速慢慢骑，但又要落避火道时，关节落差15公分。导致重心无稳，抓下车受伤。喂，老伙啊，摊许啊，拢规只桥落去，啊，一竿落去，啊，就摔过啊，啊，就摔过啊，即讲坐只石头啊。为着要改善危险路口，保障行人过马路通行安全，去年北港警方所向中央争取经费，在镇内大同路、民主路等5个路口设置行人的避火道，但近期快乐小仓储民众贪图方便，还是因为标志无清楚，直接骑上避火道，抓下车受伤。针对民众近日所提出的一些问题，我们公所已经有收到了，后续我们会再跟县府再协商，说怎么样让这个庇护岛能更安全。造成民众在以惯性行驶，就经常会把它骑上去，产生一些事故哈。啊，这个部分我个人建议，我们还可以用交通工程手段来处理哈，就是用那个反光标钮哈，标钮那个10公分的反光标志标钮哈，去设置，让它很明显可以看到。观光局表示，骑上避火道会当让行人有安全停当的区域，防止车辆来练车和死角。但因为近期当时做完，有真侪骑机车用路人用过去骑车的习惯骑上避火道，会再来加强宣导，禁止骑上避火道，买来真细标线、防空条啊提醒，避免安尼事故阁发生。记者黄文立报道。